许微博账号韩国 MeToday 透露，1月5日新剧《步步惊心》力方面公开表示，江河娜、洪宗玄、EXO 伯贤、南柱赫、智珠最终确定出演该剧，并将和李准基一起饰演高丽太祖王建的皇子们。强大的花美男皇子军团引发大众的强烈关注和期待。花美男皇子团中，李准基饰演四皇子，江河娜饰演八皇子，洪宗玄饰演三皇子，伯贤饰演十皇子，南柱赫饰演13皇子，智珠饰演14皇子。据悉，《步步惊心》力翻拍自中国热门古装剧《步步惊心》，因此最终命名为《步步惊心》力。男女主人公则分别由李准基和 IU 担任，并将于本月开始正式投入拍摄。另外，该剧将采用100%事前制作的方式进行，预计于今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。《步步惊心》力是第一部根据中国小说改编的韩剧，片名中的力概括了韩版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——高丽时代。李准基和 IU 将分别饰演四阿哥和若曦，两人演技是否能与吴奇隆、刘诗诗相比，引发关注。